我想，这个首先做好自己吧，对，做好自己，因为我们运动员的本质其实是，好好训练，然后大家关注度可能还是来源于成绩，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成绩，包括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重要，需要非常扎实的训练，所以说尽可能的屏蔽这个外界的干扰，然后让我们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对，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一方面的话自己能够在就是说完成自己的初心目标，另外一方面嘛可以就是说是为我们这个项目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然后以及就是说这个饭圈文化，然后以及网暴这样子的事情，我希望也就是能够少一些吧，少一些吧，然后对运动员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吧，对。那我想在网络上的话，我想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平时在训练中的一些训练的一些这个日常，然后包括在比赛场上的一些这种拼搏，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方式。不管是在社交媒体啊，用图片的方式啊，或者是用视频的方式，让大家更能感受到我们运动员，在赛场上就是说，不畏困难，然后勇者，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这种亮剑精神嘛，对。